Mira， 其实我们昨天已经剪过头发了，但是我今天要先帮他来修一下他这个非常不整齐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来跟我说你什么想法。哦，那你要剪那样吗？哦，你看，太大块了，这只左手，啊，你的右手呢？嗯，好，我们要先把你头发弄湿哦。你要整齐一点的妹妹头，对不对？好像更锯齿。不是，这边我还没剪哎，我觉得没有锯齿。你是非常满意啊，我也觉得很满意耶。你觉得痒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这样满意吗？我就知道你满意。少个头发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沙龙就是用最高级的 Dyson 吹风机哦。哎，你看起来好厌世。哎，怎么越来越锯齿啊？怎么变这样子？你是不是很满意我们的服务啊？那个锯齿只要洗一洗就会好了。宝宝，你看太好看了。好，现在教大家怎么整理这颗头发咯。如果你看到不齐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头发往后拨，刘海就会齐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剪完头发要出去散散步了哦。哎，他自己动哎。对啊，自己开车。突然外面超乖。